场选举工作开始。哎呀，主持人就位。选举议长，请主持人报告出席人数。各位议员同仁，本会办理第十九届议长、副议长选举，因出席议员54位，在场议员54位，已达议员总额过半数之出席。依据本会自治条例第7条第1项规定，可以进行选举程序。现在报告投票方法。一，王俊源议员，第二搞票。几特来几特，来几特，真的不几特。赖德明议员，这有听见没有？有新闻。洪本成议员，你们坐来啊，你们坐来啊。然后继续让彰化县进步，这是未来我们要做的事情。那从30岁到30岁当议长到现在，那一直在持续做这个工作，因为毕竟县府的事情，彰化县政府的事情是县长跟议长还是各位议员，我们都只是一个代表。议员是人民的民意代表，然后县长是行政的，可以说是一个公共的角色。那我们要持续来取得一个平衡，然后持续进步，然后为彰化县县民做好把关好福祉，然后做好。